嘉义县商业会理事长、嘉义县议员黄芳兰之子张景浩32岁，被施姓妻子委托基隆前议员郑可希出面指控，张男曾偷拍妻子施女的私密照传给友人，还与立委陈明文办公室前谢姓女助理外遇，导致精神崩溃、流产，双方均在民雄乡公所进行协调，男方由委任律师出席，女方在妈妈、干爹郑可希陪同下出席，但男方只愿意20万元和解，差距太大，和解破局。郑可希说，律师指控女方提供不实内容给媒体，但他们拿出相关证据给调解委员，证明所说并非不实。今年一月底就跟男方提出离婚要求，并给付800万元精神、名誉赔偿金，还有每个月5万元赡养费，直到女方再婚等。律师却表示只给付20万元赔偿金，让他们无法接受，相寻司法途径提告民事、刑事诉讼。张楠的委任律师邱黄奇表示，有些事证是对方渲染，女方提供的赖传讯对话截图，从上面看起来并无他们所控的散播私密照、外遇、呼马等、上赌场跟每周上夜店，并没有他们所说的夸张，只是去美国旅游时体验、参观，并不为过。是否也提出诉讼还在评估中，如有机会还是希望挽回婚姻。郑可希指出，对方开出这种金额可见得并不重视女性，也漠视孩子生命。张男有呼麻、赌博等令人争议私德行为，女儿的幸福怎可以断送在这种人手里，所以不可能再接受他。施女表示，去年三月间在不动产工会活动上认识张男，对方殷勤追求，去年七月登记结婚，到今年四月准备补办婚宴，不料就发现将他私密照传给友人，让他难以忍受，且他流产后先少表达关心，也没安慰他。元宵节他提出申请调解离婚，张楠才当面跟他说我错了。李宗佑，嘉义报道，男方委托律师代为出面调解，翻摄画面抢当好评友一会员，快注册免收费，不注册会后悔，快点我注册 https://tw.adai.ly/ml924upcsu 关键字嘉义县商业会理事长议员之子私密照外遇和解不成，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 有话要说投稿即时论坛。